接下来周瑞，周瑞上场。哎呦，周瑞又是这一招，就是左侧突破，打够有了。如果再犯规出场就直接下了。哎，漂亮，这是可以的。周瑞三分漂亮，周瑞刚才两个球，漂亮这球，这是第四个。剧透赛季的时候，当时柳阳爵士赢了，拿下了冠军。漂亮，特别强啊！空中再去找那个点。周瑞，没，就是你教我的那个阴暗道是吧？不是，但是这个滑倒不是那个。五多，相信陆柳阳会创造更加精彩的比赛。哎，漂亮，七比五，周瑞啊，零封了这个宋刘轩。好球。哎，看一下这球还是造犯规，大街漂亮，这球太难了。看一下这一次漂亮打板，对，因为象棋如果先看这球，周瑞绝招啊，压过周瑞，是啊，大家都跪求娥皇不压制，好球。周瑞还是往里突了，上篮漂亮，打进，这样的话六比五，真的是稳的不能再稳了。周瑞中投绝杀，绝杀比赛，恭喜周瑞晋级决赛。决赛啊，这是我们夏季成人赛最后一场比赛，周瑞一上来一个三分，先打进三比零。反复炒菜，还想投三分，还来，周瑞出手非常快，六比二，六比二。周瑞方便向。选择一个中投，可以撤回。周瑞找节奏，直接拔三分了，大进！恭喜周瑞拿到新赛季的自己的第一个冠军，同时也拿到路人王的第五个冠军，成为路人王的五冠王。哎。